唔好講名啦，姓黎啦，係啦，黎女士啦。咁其實我喺呢度，喺呢條正街咧，喺呢度賣菜嘅，自細跟父母賣菜噶啦。咁請問你喺呢度住咗幾耐啊？我呢度出世，喺呢度住，喺呢度大，冇離開過，已經六十歲咯。60年。係啊。以前60年前嘅西貢係點樣？好多舊樓啦，唔好似而家啲樓咁高啦，得一個三分一咁矮嘅啫啲樓，三分一得六七層樓嘅啫嘛，係啊，最多有啲嗰陣時都有啲係四層添嘅啫。咁你覺得即係而家拆曬佢，起啲好高嘅樓嚟咯？是有好有不好，如果它規劃得好的呢，啲空氣走得流通堆呢就非常之好，但是現在不是，現在就真的拍住沒有空氣走那麼滯，尤其是這個西營盤第四街觀瀾道至到這個第三街這個地段，完全的樓是困曬籠在這裡，密到這樣的。覺得可惜就是真的最好就是那個癲狂院不要拆啦，是不是，那個真的很可惜的，不過現在他都做了保養，那就最好不要拆那個什麼舊讚玉，舊讚醫院那個社區中心呢，最好不要拆那個，真的我在那裡出世，在那裡。咁你有冇喺呢度住咗60年咧？有冇見到啲咩好獨特嘅嘢係你即係你特別見過嘅？即係唔係淨係你特別見過，即係你特別有深刻嘅印象、回憶同回味嘅嘢。深刻印象、回憶同回味，最深刻就係、是、制水嘅時間啦，樓上樓下山水喉啦，跟住我哋冇風扇啊，瞓喺條街度啦。哇！瞓喺條街度。是啊，我們個個開曬門口，鋪鋪鋪一啲咁嘅叫做席啊，或者凳都好啦。嗰陣時就冇而家啲墊褥嘅，咁啊席啊凳啊，咁啊真係瞓喺條街度，好涼。嗰陣時又冇，即係冇咁複雜嗰啲人。社區有冇啲咩即係特別嘅嘢？你係想第時會應該有，即係例如啲設施啦，應該會有一啲喺度，但係而家係冇。應該有一啲設施。有啲咩改進嘅嘢？改進，其實改進好多地方佢都要改進啦。好似第一二三街嗰啲樓咁啊，應該要改進下啦。同埋要留翻啲空間多啲咁多，啲空氣流通啦，最重要都係呢種啦。咁就改進，其實呢度應該整翻一個圖書館啊，會唔會啊？公園。